夏天真是个人人喊减肥的季节呀，身边的女孩子一个比一个瘦，但还一个个的不敢多吃，生怕哪天又长了一斤两斤。不过瘦下来还真的是好呢，去商场试衣服穿什么都好看了，肚子上的肉少了，走起路来都轻松多了呢，人也不由得仔细了很多，减下来的感觉是如此的美好，难怪人人都要减肥了。美美以前也是个120的胖妞，自从学会了吃东西后，用了不到半年时间减到了现在的标准身材，身边的朋友都问我到底是吃了什么效果这么好。其实呀，菜市场里有很多适合减肥的食物呢，让你不用饿肚子也能快速瘦下来。在美美的减肥食谱里，除了红薯芋泥，吃的最多的就是魔芋了。魔芋豆腐是一种新型保健食品，既可单独烹食，也可以跟其他菜肴一起炒制，味道清爽可口。魔芋豆腐有减少体内胆固醇积累的作用，对防止高血压、动脉硬化有重要意义，还具有排毒养颜的功效，是肠道的清道夫。魔芋含有大量甘露糖苷、维生素、植物纤维及一定量的粘液蛋白，具有奇特的保健作用和医疗效果，被人们誉为魔力食品。又不想胖，吃魔芋；要想瘦，吃魔芋；要想肠胃好，还是吃魔芋的说法。食材主量：魔芋豆腐300克，辅料青红椒各50克，蒜末30克，酱油3大勺，白糖少许，香油1大勺，水2大勺。过程：青红椒切成末，大蒜也切末，开火将锅加热后放入少许油，佐料倒进去，小火炒出香味，等香味浓郁后，沿着锅边加入水、酱油、白糖，轻轻搅拌，煮开后淋入香油，烧开后盛出来放凉即可。这个汁叫做双椒汁，是一种独特风味的酱汁，淋拌肉或者豆腐都非常好吃。魔芋豆腐放在流水下冲洗干净，沥干水后切成小正方形块，大小随意，不过切小块点吃起来更入味。烧开一锅水，将魔芋块放入开水锅中煮熟，捞出沥干水，将全烫好的魔芋豆腐放入碗中，淋入提前做好已经放凉的双椒汁，拌匀即可上桌。如果喜欢更凉爽的口感，将拌好的魔芋豆腐放入冰箱冷藏半个小时即可食用。零失败秘籍一：魔芋豆腐有减肥的作用哦，凉拌着在气煮时热量非常低，多吃也不担心长肉呢。这段时间我就用它代替晚餐，每天晚上都吃得饱饱的，边吃边瘦的感觉太好了。二：夏天建议将烫熟的魔芋豆腐在冷开水中浸泡片刻，吃起来更爽口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访问 TTNews.xyz 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